贝老黑，你来光之国幼儿园做什么？听说今天幼儿园举行蛙泳比赛，我来凑个热闹不行啊？今天的比赛只有老师和小朋友才能参加，你可以站一边给他们加油打气。赛铺子，本大爷也有一颗童心，为了这次比赛我都准备了很久了。你都好几千岁了，怎么厚着脸皮和小朋友们一起比赛？赶快下去。那为什么拖拉机能来，我就不行？拖拉机它不一样，他是我们请来的厨师，负责给大家伙做烧烤的。我不听，不让我参加我就赖着不走了。这，要不就让大家投票来决定，贝老黑你看可以吗？这还差不多，如果大家同意我表演，请给我丢过头。好，那我们就开始表演节目吧。小小的花园里面挖呀挖呀挖，做小小的种子，开小小的花，在大大的花园里面挖呀挖呀挖，种大大的种子，开大大的花，在特别大的花园里面挖呀挖呀挖，种特别大的种子，开特别大的花。卡蜜拉和小朋友们唱得很好听，但是肯定不如我唱的好听。拖拉机，去，赶快回那边好好的做饭。你刚刚吃了我做的饭，怎么好意思不让我参加比赛呢？这，好吧，那你唱吧。开小小的挖机，挖呀挖呀挖，挣小小的工资给小宝贝花。开大大的挖机，挖呀挖呀挖，挣大大的工资给大宝贝花。拖拉机，求求你下次不要再唱了行吗？怎么还挖掘机了呢？你是不是觉得拖拉机这名字不好听，想改成挖掘机呀？在小小的花园里面挖呀挖呀挖，种小小的种子，开小小的花，在大大的花园里面挖呀挖呀挖，种大大的种子，开大大的花，在特别大的花园里面挖呀挖呀挖，种特别大的种子，开特别大的花。哎，赛兔子，我唱的是不是很好听？给我打100分就行了。赛罗叔叔，贝叔叔唱的也太难听了，还不如我唱的好呢。小泰罗，要不你也给我们表演一下吧。小泰罗唱的真是太好听了，我现在满脑子都是挖呀挖。我宣布今天的第一名是小泰罗，他获得的奖品是一头小黑猪。太好了，我获奖了，驾驾驾驾！好了，小朋友们，我们下期再见。